大家好，我是牛仔。昨天晚上在这个帐篷里边住了一夜。这个帐篷啊，说句实话啊，比车里边要冷。它肯定这个密封性啊，它没那个车里边要好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，它虽然说有这个木地板啊，但是那个充气的那个床垫啊，睡着睡着就塌下去了，睡着睡着就没气了。啊，我半夜我打了两三回。啊，它一接触这个地板啊，那个它就凉凉得很，凉飕飕的，还不比车上，不行，这今天晚上啊还得搬到车上去住，这个下边啊确实是有点难受啊，遭罪啊，我去那后边找点这个干柴去。赶紧把这个鞋脱了，烤烤。脚啊，太冷了，把鞋垫拿出来。呀，往火旁边烤。哎呀，一下就暖和了。哦，你看这个烟囱，这质量不行啊，这是铝的。啊，直接就给烧化掉了，拿掉吧。不行啊，这拿掉这个火呀太大。得做点热水。做点热水。结冰了。太刺了，这个！哦，腻了腻了。重新生活，重新生哇，结冰了，连这个道吧，行，算了，放长一点就行。
冠冕吧。鞋还一只，做个消毒处理。虾哥，走你！哇，香菜搞一点。来一条，走你！来点久经沙场的盐巴。好嘞，够了，行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猪多了，有点多了。大虾、鸡蛋。倒点小汤，哎呀，炸床子，这里边那个冰碴啊，凉死了。